情冷暖，愈滚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志强啊，真歹势，你按平常时哦，拢食咧大鱼大肉惯势哦，啊，请你来这招待所吼，食一碗扁菜饭，卖气嫌咧啊。袂啦，我知影会当来阿伯招待所食饭，拢是一挂大客户，啊，若无都是真重要大人物啦。今仔日阿伯而且请我食饭哦，我真正感觉真荣幸。好，安尼哦，若无气嫌，安尼上好啦。这吼拢家己爽破塞吼。煮的这有当时啊，一寡这手露菜袂歹食呢。啊，你若无去啊嘛，啊加食出来啊。有啦，阿伯，我已经食出水，我食袂落。哎呀，啊，歹势，来来，阿兰食袂落，来，那你唔少。好，阿伯要紧。来来来，啊，志强啊，阿妈经理，多谢阿妈。我听 Amy 讲哦。这几天在你的公司办活动，若有得罪的所在哦，请你多多包涵哦。无啦，阿姆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，迄真正是阮公司哦，服务无够周到啦。大小姐要求严格，你就表示哦，伊的能力强，做代志认真。你讲这句话哦，嘛较介意人听。Amy 啊，妈，我也无讲唔对啊，我若无要求较严格，公司的员工是几啊千人诶。我们要带头这么晚啊！是啊是啊是啊！哎，志强啊，这 Amy 啊吼，你讲话吼，就是咱直肠直道的个性啦，也是无歹意的，你莫见怪呢啊！哦，袂啦，啊人吼，总是爱接受，才当互相了解嘛。啊，经过这段时间接受，我真正欣赏大小姐这种调调的个性。好，你啊。无气也唔就好啊！啊，你安尼开嘴合嘴拢是大小姐，大小姐好，我听了阿妈真袂惯势咧。我甲恁老爸吼，算起大拢老朋友啊嘛，敢咱家己人同款。阿伯哦，叫 Amy 也好啊，啊，哎，是啊，我嘛听了就袂惯势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以后我就直接叫你 Amy 哦。好啊。安尼以后，我嘛卖叫你陈总经理，直接叫你志强。哎，对啦，志强，啊，食饱了，你敢问我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唔知阿伯你有啥物吩咐？哦，我是想讲吼，等下吼，我甲你阿母吼，若先转去啦吼，Amy今日公司无车，无吼，你若无啥物代志，顺便甲送一个母。好啊，真有啥物问题？爸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叫计程车就好，免麻烦人啦。哎呦，真哪有啥物麻烦啦？阿袂耽误偌济时间啦。啊，搁再讲吼，啊恁少年的坐车顶，个人搁开讲者啊。妈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是讲吼，今仔日吼，恁老爸无来哦，较想要出花生的啊。来来来。我敬你些哈，啊！你代表阿伯，跟你爸爸问好些哈。我会啊，阿伯我敬你。好来，哎，阿明，刚敬起啦。我敬你。坐下。来，拍死啦！对方改变主意，让你送我来家。你若有代志，先去无用，袂要紧。我直接行行的，等下我会跟伊转去。既然我答应董事长要送你转去，那呢，我这护花使者的工课，那会当做个一半，有头无尾，对无？也毋过，你爸的公司应该阁有代志也无用，时间上阁袂要紧。阁较无用，嘛无差这一点时间啦。阁再讲，咱拄食饱饭，出来外面行行的，吹一下风。嘛算是一件真愉快的代志啊，就当作是我替你做借口，我家己忙里偷闲一下。哎，那一个有冷吼？
咱先找一个所在避风。阿哥，我电话。无啦。啊，不过你敢那学着啊呢？我不要紧啊，那是害你感冒着吼，那就不好啊。我看了一句诗嘞，是安怎？就是相亲讲啊，我对伊态度不是真好，迄是因为我无介意种予安排予紧的感觉，所以迄天唔再跟你耍脾气。啊，你讲起来，咱两个算是同病相怜，因为我嘛真讨厌迄款的感觉，所以讲对你的态度。嘛不是真客气，安尼咱无相欠吗？无相欠。唉，亲像咱这种吼，伫个大家庭出世的囡仔，咱自细汉就爱戴着面具去面对一挂咱无喜欢嘛真无奈的代志，所以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你讲了无唔对。也不过，把面具摕来了后，我发现你是一个袂歹人。我希望讲咱重新熟识，才有机会做朋友。咱两家时代的关系本来就真好，咱要做朋友当然是无问题啊。搁小等一下，我看这雨吼，应该等一下就停啊。有啦。啊！你平常时下班以后，你拢会做啥物代志？我拢做暗下班嘞，啊，我若下班回去，就跟爸开讲啊，啊，若无就跟爸看。阿妈，我等下。啊，这紧就等下哦。啊，拄只外口有落雨呢，有去落雨阿掉无？淡薄啊尔。好好压着，搁遐欢喜哦。嗯，嘿，安尼这次叫嘛无简单嘞吼，会当带安尼 Amy 起来淋一个雨，不过 Amy 也袂生气，嘿，厉害呢。爸，你咧讲啥？嗯嗯，好啦，我承认啦，这个单子叫我确实袂歹，头一间见面发生冲突，其实嘛毋是伊的毋对。伊若无伫工作上维持伊的尊严，我顶多看袂起伊咧。哎呦，你甲听看卖，阁会替对方讲话哦。我是讲真实的嘛，而且经过今仔日的了解，我感觉伊真有绅士风度。卡说要交往对象是伊，我袂歹听。有法度让 Amy 安尼学落教，我想志强这个囡仔确实真优秀。中华。假使咱两家吼有法度变作亲家，安尼对咱兜的事业帮助嘛真大，啊对咱两家未来企业的发展应该嘛有好处呢。嗯，你讲了无唔对，要讲一个亲情吼，门当户对这是真重要。啊，难得讲，因这个家庭背景吼，原来跟咱是相当的。大伯囡啊，我下面看有上班，啊，放心啦。我也赶紧来去促成这桩好事，哈。嗯。爸。嗯。阿姨。啊，邓来啊。阿姐。好的。我今嘛吼，拄在讲恁大姐的这婚事大事，你敢知影？这大伯囡仔吼，是福建病院陈院长的后生。是啊。是一个真好的对象诶，家庭背景吼，甲咱嘛相当，哦，人足优秀诶，恁大姐吼真喜欢伊哦。安尼真好。好听啊！啊，你若听到这代志，免遮吵啊！你是袂记得我好？我毋是迄个意思。若准讲大姐你真正找到好的对象，咱家会当坚持在喜事，
我也是替你欢喜。我忝啊，爸，我先来休息。爸妈，看你什么态度啦？是啊，啊，原来这囡仔哦，心肝内是咧想啥啦？啊，咱听到纯真有心哦，大家拢替伊足欢喜的。啊，不管咱哪讲 ，Amy 哦是伊的大姐呢。听到家己的大姐哦，找到一个遐好的人，啊，那一个表情哦，敢那甲伊拢无关系，啊，拢无关心嘛。哎呀，我才无需要伊关心呢。伊卖在一边哦，甲拍七岁就好啊。没啦，昊天是无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拄仔伊毋就讲过啊，伊讲哦。因大姐的婚事，若是会当成功，伊嘛是足欢喜啊！就敢像你讲的啦，伊安怎样啊讲，嘛是 Amy 的小弟啊，哦，啊伊嘛是讲会当祝福 Amy 啊，婚姻会当幸福啊，莫安尼个乌白想啦。即马上要紧就是讲，七层婚事哦，赶紧甲讲哦成功，啊，搁再后天哦会当生一个安尼孙啊，互咱哥，咱杨家就会当相喜临门啊嘛，对无？工作不稳定，收入也无济，真正唔知我妈起来未来，到底要安怎过？才拄好，搁拄着你。你好。啊！你徛在遮创啥？啊！我拄只 case 结束，就准备讲要转去，结果煞落大雨，我也无扎雨伞，就准备伫遮等雨停啊。来，退去。唔免啦，啊！我等雨停就好啊。袂要紧啊，一支雨伞尔，参照这款物件吼，用会着的时阵，伊才有价值；啊，用袂着的时阵，等到顶底。退去啦。来，你我都无客气哦，谢谢。没啦，你敢够会回来这工作？我嘛唔知，即个 case 结束以后，我得找新的 case。啊，若是才有工作机会哦，伊会打电话给我，啊，你我又搁回来啊。哦。煞袂记问你讲，啊，这雨伞咩行李？袂要紧啊，一支雨伞尔。这边哪会好意思啦？啊，无安尼好啊啦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嗯。假使你搁有回来公司工作，你才把雨伞提用我就好啊。阿仔，等下。对啦。啊，工会方面搁有需要，我甲你斗相共的无？唔免啦，多谢你。奶奶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我敢会当甲你讨一张名片？我是想讲吼，假使公司搁有彩妆的 case， 我才有法度找到你啊。啊，不过我无名片呢。不要紧，用下。嗯，好。歹势，我无纸，啊无，你写我的手诶。唔系啦，安尼哪会好意思？袂啦，你写。好。写。当时一条风雨会经过，将你染白做花。无论风在吹，云在飞，就来接下来电话，请到指教。那无，咱随时保持联络。嗯，多谢你哦，明天我先来走哦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可比山中花。爸，阿姐你阿妈要不要退婚？
我专工带你回来啊。等我。啊，是有什么代志？无啦，这个。阿英啊，你唔是甲伊大杨讲的做伙食饭？阿爷大小姐，跟我做伙来。有啊。安尼，恁两个即马有啥物进展无？爸，啊头尾算算的，嘛且做伙食两间饭，那会有啥物进展啊？啊，至少应该袂亲像顶间安尼，闹到遐尼无欢喜。是啊。啊，顶一届吼。我嘛感觉家己真无风度啦，啊，所以即届我著尽量做民主，杨当署长，啊，大家算起来是食了真欢喜啦。啊，后来杨当署长阁请我送杨小姐回去。安尼好，安尼介好啊！唉，这个其实爸爸对你的终身大事啊是足关心的。你甲看，春春啊，即马甲来犯，两个人已讲到要嫁娶，啊，煞咧即马就春丽啊。啊，杨家、中华，甲我是老朋友啊。啊，伊个大小姐 Amy 嘛生得真水，人阁真大方，甲你真适配。真正咱讲是门当户对好姻缘。你若是无啥物意见呢，刷咧爸爸，都准备要来提亲哦。爸，我即马八字都还没一撇，咱先莫讲这啦。那能先莫讲咧，啊！你甲看，纯纯是甲来华啦。虽然讲来华伊个家世毋是介好，也毋过伊是做医生个啊，伊嘛真认真真拍拼。将来啊，来华会当帮助纯纯，华咱病院这边个事业。啊，你自以前啊，都对病院这方面无兴趣，啊，讲要家己出去外口拍拼事业。啊，即马真无简单，才做到百货公司的总经理。也毋过，无论安怎讲，这百货公司也毋是咱家己独资的。啊，这件代志啊，我甲杨董会提起。啊，杨董会讲，伊对于这个百货业啊，这个嘛真有兴趣。所以讲，若是讲，这个婚姻若是当讲会成，后边咱两家就会当合作来经营百货业。那你这个？爸爸对你的未来都会当完全放心嘛？啊！爸，婚姻是婚姻，事业是事业，咱莫掺掺做伙讲好不好？啊，即马多一个大企业，毋是用安尼咧联婚呢？隔门互户，门当户对，才当维持一个家族永远兴旺啊！那是别人，我毋是。我希望感情的代志是清清气气。无掺任何因素甲压力。志强，爸爸安尼嘛是为着你好啊！你莫阁讲是为着我好，以前你就是为着我好，已经害死一个人啊！原来你认为真正是我爸爸害死，我是恁爸爸呢？你哪敢甲我讲这款话啊？我本来无想要阁提起。也毋过真正无希望，你阁插手我感情的代志。卡出动车时，毋是你用门当户对的理由，坚持毋去同意我甲晶晶的婚事，伊嘛袂去。伊袂去啊？你讲啊？你就是怪我，害晶晶出事中，你就是要把伊的死怪在我头壳顶，敢讲毋是安尼？你毋若反对阮的婚事？是你想尽办法逼伊离开我，爸爸，真真是一个遐尼善良、遐尼单纯的查某囡仔，你叫伊哪有法度承受这么大压力啊？我叫伊离开你，我嘛是为着伊好，我袂要让伊继续在你的身上浪费青春、浪费精神。想袂到讲，伊遐尼软弱。受到这点压力，伊就想袂开，这根本就是伊家己的问题嘛。爸，你家己无良心讲，真正的是，敢讲你真正唔免负一点点的责任？无你是要叫我安怎办？爱我赔一条命？我今仔日唔免提这代志来跟你算账的。爸，我刚才想要问你，认错敢真正有这困难？
你常常有讲为我好，但不过你所做一切，敢真正是为我好？好，这件代志，就算讲我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，也不过已经过身这么久了，敢讲你还为着伊的死冤枉我一世人？我就是无法度忘恩，所以我今日唔才这痛苦。想到当这时，你要咱亲像看待纯纯甲来发同款来祝福我。敢讲门东虎队对你来讲，真正这么重要，甚至比我的幸福更加重要。志强，我本来也准讲，真正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我想袂到，你讲即马，还阁一直藏在心肝内，一直咧怨恨我这个爸爸。爸，我一直无要提起，是因为无想要参像即马甲你冤。也毋过真正袂堪你苦心的打扮，我的感情我家己负责，我请你莫阁插手好无？我是想讲。我若无甲你介绍，你只是人真正系无要娶啊！你放心啦，我袂因为这件代志跳过伊个结局，只是人歹娶。好，既然安尼，艾米是一个真好的对象，你着先卖去想讲伊个家世、伊个背景，恁两个先交往一下看卖咧，好？爸，杨小姐的代志，我已经尽量配合啊，敢讲你阁无够哦？我拜托你，你莫阁勉强我好无啊，爸？你我爸哥，我等来啊。啊，你两个是安怎？咱拢徛的，气氛感觉无啥好。无啦，春春，你陪爸开讲，我先回去房间。爸，你甲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都该讲起了，伊的婚姻大事啊。哦，你咧讲伊哩大迄个大小姐？是啊，讲无几句，都搁大细声。我提起着晶晶的代志，唉，想袂到伊到即马也无都放袂记哩。好啊，老爸，你莫生气，莫想遐多。这件代志我替你甲哥讲看卖，好不？好啦，莫讲恁哥的代志。啊，你咧，顶回。来华来提亲的时阵，来华因爸无来，啊到底是安怎？啊又讲，伊当时要过来提亲无？这，安那，伊是毋是阁有啥物意见啊？毋是啊，是阿爸身体还袂完全好啊。啊，到底是啥物镜头咧？哪会拖遮久啦？哎呦，爸，免烦恼遐尼济啦，应该准备好啊。我即马来找哥，伊较早休困的吼。找我创啥？找你开讲。
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替爸来做说客的哦。无唔对，生你囝哦。嗯。春春啊，敢讲你认为过真正接受财团结合的婚姻？我嘛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上主要嘛是爱看你家己啊。对啊，你今仔日唔是有去甲有间人食饭，安怎对迄大小姐印象够较好？有啦，有较好啦。啊，其实哦，伊这个人袂歹，只是个性有较直啦。安尼就好啊，哥，就莫阁违背爸的意思。你有三十几岁安尼，早就应该成家啊。我听爸讲，你有提起真经济的代志哦。哥，我知影过去恁两个爱较足亲的，啊，不过代志拢已经过去遐尼久啊，你是不是嘛应该放互袂记啊？我相信真经济。我已经足希望你会当找到你家己的幸福啊！就算讲真正是安尼，这个幸福嘛应该是我家己找的，不是爸来替我安排的。啊，不过爸安排嘛无一定无好啊。春春，其实哦，我做欣赏你，你知影无？欣赏我？你欣赏我啥？会当照家己的意思，找到一个家己完全喜欢的人。无任何因素甲困扰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啊是安怎啦？啊，敢讲你甲来发嘛有问题？无啦，我是想讲来发真正对我足好诶。这吼我都看会出来，唔管你讲啥，伊就做啥啦。看会出来，伊对你足体贴诶，所以我唔才讲我足欣赏你诶。这拢嘛是爱靠缘分，阿哥，你对迄大小姐敢无这款感觉？无呢，我这个人哦，嘛唔知安怎啦。啊，第一印象对我来讲真重要。我头一摆吼看到 Amy， 我就感觉我甲伊无啥可能。是哦。那呢，哥，你最近敢有看到倒一个查囡仔，你对伊印象袂歹？嗯嗯，看你的表情有哦，是啥？你跟我讲啦，讲啦。哎，无啦，啊，就算讲有，我嘛唔知伊即马人伫倒位啊。是哦，你真正足可惜的呢。那无我定当知影，我未来说啊，到底是啥物人？哥，啊，既然即马你无一个确定的对象，就甲伊大小姐交往看卖啊。人咧讲哦，人若斗阵久，缘就浮。无得卡，你偷偷甲伊交往看卖，就会改观啊。以后恁两个嘛变作一对真恩爱的情人哦。这样。哥好啦，都莫阁予爸烦恼啊。爸前就看中这张婚书呢。嗯。好啦，无哦，就顺其自然，哦。时间无早，恁回去睏。好啦，明仔早休睏咧。我知。晚安。晚安。大风。小姐是你啊？那你也知我伫遮。我去恁公司找你，你都唔肯见我。就连我去恁家找你，也叫恁爸爸冻在外口，所以我唔只想讲，要来遮试看吧。小萱，我知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过感情的代志，真正是无法度勉强。我就是知影这个道理，所以我唔只想要甲你后下话讲好清楚。你还是真爱约会对无？要若无，你嘛袂来恁约会的所在啊。
你放心啦，我来这，我不是要勉强你，我是希望你当回去有会身躯边，别因为一时的冲哦，就安尼毁掉你十几年的感情啊！这几天我真正是做自己的，我不希望咱三个人都毁在这感情的世界里面。大宝，你去求有会原谅你好不好？啊，卡叔讲伊若是唔肯，我无法去求伊嘛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在顶头跟你复合的。无可能，就算我想要挽回，是讲有会无计较咱两个发生的代志，我两个嘛是无可能够做伙。是安怎？你就是安尼啊，你莫问遐济。大风，我真了解有会伊的个性，伊是真心的爱你的，你莫这么简单就放弃啊，好不好？无安尼啦，咱做伙去找伊，甲伊甲话拢讲好清楚嘛。行啦。小璇，我甲有会分开，唔是因为你的关系。也不过我确实是造成你分手上主要的原因啊！我看会出来，你真正是足痛苦的，所以我唔只想讲要尽我家己的力量，替你把玉慧留回来。玉慧留袂回来，因为伊身躯边已经有另外一个伴。小璇，其实我甲玉慧。我两个早就真侪问题啊，啊，这个问题早晚会甲阮两个变分开啊。即间恁两个这个事件，只是让这个问题提早爆发出来，所以你无必要因为这个事件搞一时嘞。大风，小雪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爱你的查某人，好好来爱你，好好来照顾你。你莫把你的时间浪费在我这种人的身上。大风，大风，总理，有会要不要来上班啊？是啊，我一直打电话拢联络袂着伊呢，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应该有其他代志咧无用啊，不要紧，我连袂甲伊联络，伊无用你的。是。还是你那袂调，卡过来哈。喂。你今日无来公司，公司有真侪代志等你处理呢。有我阿婆，我敢有啥物差啊？非得我即马在你心肝内，已经毋是上重要的人啊！我搁去遐要创啥？那袂安尼讲啦。苏达是咱共同建立的，无你当然袂用吃。原来你是因为我无去公司处理公司的代志，才会打电话给我，不是因为关心我。杨浩天，敢讲我对你的重要性，只是工作上尔。你明明知影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想怎么公司用话来玩弄我？敢讲你袂记得啊？当初就是你鼓舞我，我才会当下决心开苏达这间公司。我嘛是希望会当有一个咱会当做伙打拼的事业啊。我到即摆是这个想法啊，啊，不过你咧，你敢是？你只是想要利用我，
骗我永远伫咧你的背后替你做牛做马，做一个无声音的人。我无这个意思。你有，要若无你啥毋肯答应我提出来条件？玉慧，迄天伫咧恁家，我互恁哥拍，回去了后，甲我厝内面的人解释袂清楚，我阁回骂。不管是伫咧倒一边，我拢承受真大压力咧，敢袂当安尼体谅者？我有讲过啊，你若是无法度，你应放弃啊。以后你就莫阁来插我。看你伫个好无？莫安尼塞撇用是无？安尼我真个足为难嘞。我伫个感情上是一个互人气气的第三者，我无法度光明正大甲你徛做伙。秘密气气袂记情的，你讲是谁较委屈，谁较为难？是的啦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莫生气好无？无安尼啦，你伫个厝里休困，厝内的代志我处理就好。随在你。就算讲你要甲公司结束，我嘛无意见。看起来，昊天还是放我放袂落心。要唔过，若等到全真甲拜托内面的囡仔生落来，恐惊代志就有变化。我看。我一定要把昊天叫出娘家，靠在我身躯边，那你我才会有保障。恁爸已经有甲我讲过啊，讲予志强因爸爸足介意哩。啊，只要你少年人哦，来下，大姐，小心。哎呦，恁那唔踮咧房间休困，走来客厅啦。我伫你房间倒几工啊，感觉足无聊的，所以出来行行的啦。你即摆大姓大名呢？我看哦，紧当去体咧啦。啊，若无话，若是跋倒也是弄着吼，我感觉嘛是负担袂起哦。袂啦，只是出来行行，加减活动一下尔啦。啊，是安怎？搁听是？有要紧无啦？不要紧啦。医生讲哦，加减有一点仔副作用，可能是我体质较敏感。艾米啊，甲胡在房间休困啦！哎呦，哦，这本来是因翁的工课，真正唔知影吼，这红尘哪会这么无负责任？大姐，歹势，唔是我爱讲的。昊天明明知影讲哦，爸就注重你拜托来这个囡仔，啊，唔得加半时间时间哦，留在厝里陪你，哪会安尼哦？做走到规天拢无看的人。昊天。伊就工课较无闲啊，啊公司的代志交我处理啊。进前哦，后面去我爸发留伫咧厝休困的时阵，嘛是我代理总经理接这步啊。我咧想吼，我来甲爸讲啊，叫后天哦，明仔载开始卖去公司啊，留伫咧厝陪你。哎，伊明仔咧讲嘛有理呢。啊，唔免啦，后天伫咧厝的，也无我多甲我斗相共声。伊还是去公司上班，较袂去耽误公司啦。到我个公司几工啊啦，到尾下班的时阵哦，都拢无看到伊个人影，我唔知伊咧无闲。行啦，我陪你吧。等下。大姨，你总算回来啊！我问你咧。啊！你这唔才回来，你是走去倒哈？我着陪一个外国客户拍高尔夫球啦，拍煞了后请伊食饭啊。你若要交这个应酬吼，嘛甲厝下保持联络，啊电话也唔卡者。你敢知哦？恁某拄则巴肚骨咧疼。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